全体人员请坐下。 李前总统登辉先生奉安礼拜，仪式开始，家属致敬，请家属就位。 献花，行三鞠躬礼，鞠躬。 再鞠躬，三鞠躬，请家属就两侧打理位。 相宜就位。 行三鞠躬礼，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属打理。 请总统回座。 副总统礼敬，请主理官赖副总统率陪礼人员就位。行三鞠躬礼，请脱帽。鞠躬。 再鞠躬，三鞠躬，请覆帽，家属打理，请主理官及陪礼人员回座。 家属请回座。耶稣安尼讲，恁的心
无伫拜拜，恁着信上帝，也着信我。伫我爸，伫我一爸一刀有济济厝体，若无就我已经甲恁讲了，因为我去是甲恁避办所在。若去甲恁避办所在，就要过来接纳恁归伫我，予我所伫地的，恁也伫遐。我所去的所在，恁捌迄条路。耶稣甲因讲，我就是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若无对我，就无人就敬拜。咱做伙来吟圣诗，圣诗第614首，我心恬静，请咱起立来吟，会众请起立。
请坐。咱这回来看圣经，这是上帝话，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。我们一起来看圣经，这是上帝的话，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。这些拢是照神来死，未捌得着所应允的，独独远远看，欢喜来等住，搁家己认得地上最人客、最出外的，因为安尼讲的，是表明因在找一个租家，因少年所对遐出来的地，就有通倒去的机会。总是当因心无搁较好的，就是伫天里的，所以上帝称因做因的上帝，无掠做见笑。因为已经替因备办一个城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，这些人是自始有信心的人，他们并没有领受到上帝所应许的，可是从远处观望，心里欢喜，又承认他们在世上不过是异乡人和旅客。说这话的人显然表示他们在替自己寻求一个家乡，他们并不怀念已经离开了的地方，否则他们还有回去的机会。他们所渴慕的是那在天上更美好的家乡，所以上帝并不因他们称为上帝而觉得耻辱，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这时我们请这南教会圣歌队来献诗，救助我爱救你。